当我听说这个直播的消息的时候，那肯定是高兴得不得了。我们一起来见证一对新人，非常感人的，也是我们望尘莫及的一个登峰造极的活动。怎么这么大场面？让我们掌声欢迎两位妈妈登台。我特别害怕他们上台，我觉得他们一上台我一定会哭得稀里哗啦的，但是没想到他们上台之后我心情好好。今天呢我呢非常高兴，刚才呢看到那些视频以后呢我也挺激动的。我呢也为我儿子新宇和杨红呢感到骄傲。杨红，新宇，看看新宇，看看新宇好。我一看到中国的传统这个仪式，他们俩用这个鞠躬的形式来感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，你们呢就代表两位这个双方他们这个家庭的家长的代表，好不好？来，一拜天地，好，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，恭喜两位，谢谢。后来我朋友们也在讲，两个妈妈太可爱了，全场嘛都很开心。在南极的这个婚礼结束之后，梁红跟我说我给了他一个无与伦比的婚礼。然后我跟梁红说的是，我说我一定会再一次的追寻无与伦比。有些人问我，拿生命做这件事值吗？现在我能负责任地说什么？